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欧阳江沃，好，今年19岁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。好嘞。你需要再次凝上我的脸庞，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，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，世界高手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，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，你站在夕阳下面容颜皎洁，那是你破碎的心，我的心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，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，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荒凉，那是你。 OK 谁叫你擅自在这首歌当中加 rap 的？有 rap 吗？直接进高潮吧。自己家里我是怕你这时间拖太久了，拖不拖的久是我们的事情，唱不唱得完是你的事儿。好，还有什么厉害的秀出来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被你给说服来？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，竟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恍然大悟早已远去，为何总是在犯错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，他们说这就是人生，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，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，也许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，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，那些人和事物总会远去，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，久久不能痊愈，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上没有尽头，你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的胸口的鼻息，思念是一种病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我们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个讨论跟争执，因为呢马可老师跟我呢都特别喜欢你的声音，但是呢南哥有一点小建议，他认为你的吉他影响了你的演出。其实你的声音，你的演唱的感觉远远的大过了任何你现在做的辅助的工作，包括弹吉他。你试试清唱好吗？试试。忽然之间行吗？忽然之间天昏地暗，这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，怀念你，我明白，才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放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，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放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过不过？过过，我觉得可以过过过。过过过